重要的是要帮助小朋友。我个人觉得比较重要的是自己玩的开心。他后来回来，最后回来的时候才发现，跟他们说拜拜，原来是说他们跟他们相处的时间很少，然后还难能可贵，就中间有玩很多种东西，然后跟他们相处，然后他们每一个人都很可爱，然后真的很好，然后还有两个小妹妹很怕我，怕你为什么？他是我的坏哥哥。你做了什么事？你做了？不知道。你有凶他吗？还是你有跟他？你有跟他谈到话吗？有啊。有。我说我会把你车丢掉，他说不用，然后后来跟怡珍说我是坏哥哥。他是想要取悦怡珍吧？今天划船，划得很开心，那泼水泼得很开心。他整只脚都给我进到池子里面，那个大哥就是喊说脚不要泡下去。我也怕你们受伤。那跟你一开始预期的，或是你想象中的公益活动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？就除了自己开心，重要的是还是有跟那些小朋友玩到，然后有跟他们真的相处到，真的相处到，对，真的相处到。我在那里泼水，他们后面拿水桶喷我，对，就跟你也是没有距离的互动啦，内讧，对，是内讧，只有我在泼他们。好，对，就这样。好，所以是很满满的收获跟感动，对，真的，真的哈、哦。扎实的感受。有，那下次那纳马夏，哦，下次纳马夏你会来，所以你会期待下一次的活动了吗？开始期待了。好，太棒了。